大家好，今天让我们来学一学一口气的、不间断的、连续的这个词，用英语该怎么说？学单字不如学一整个句子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，他们一连输了3场比赛，这个句子如果换成是英语，我们该怎么表达呢？其实最好的说法就是 They lost 3 games back to back。好。They lost 3 games，就是他们输了3场比赛。Back to back 就是连续的意思。让我们继续看第二个句子。I sat in the cinema and watched 3 films back to back。意思就是我待在戏院里头，一口气看了3部戏。第三个句子。Most of us live in back to back terrace houses。意思就是，我们多数是住在一间紧挨着一间的排屋。Terrace house 是排屋的意思。好，这么实用又文雅的英文片语 back to back，你们学会了吗？非常期待下个视频能够再见到你，我们下回见，谢谢。